很远的地方来，他车程大概要4个小时。哇哦！告诉他在哪里来的？新山，接近新加坡。靠近新加坡的地方，特地坐车上来见你的。OK， 来，同样的问一下名字好不好？来，叫什么名字？佩金。佩金全身在发抖的啊！你呢？晶晶，佩金，晶晶，你是佩佩吗 ？Berry，Berry， Strawberry， Berry， 哦，好可爱。好，你呢？啊？喂呀，你讲话好小声的，听不见呢。他跟蚂蚁住在一起。OK， 这个呢就要靠你交给他们了。我们先从阿姨开始好不好？你就当这个枕头呢是鬼哥。你要跟他做什么 pose？ 对，还是你要假装你睡觉的时候怎么用它？这个是。然后我选一个人，是不是？对，最好的一位，或者是跟现场的朋友一起选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啊 ，Are you ready？ 来，3、2、1 ，Go！ 非常无聊，好。来到你了，来 ，Barry， 在前面一点。3、2、1 ，Go！ 哇！希望你不要这样对你以后的小孩。好，来3、2、1 ，Go！ 你的嘴唇是什么颜色？这是 Angelina Jolie。有事吗？来，到你。3、2、1 ，Go！ 哇，如果这是鬼哥的话，就是要一直这样子亲他吗 ？Oh my god！ 好。谁最好？我觉得啊，我觉得转圈的这位最好。哇，他有没有动感？因为像张专辑这样，他很奔放，比较活泼一点。来，恭喜你获得我们的大奖，同样的都会有这个唱 K 的礼券。恭喜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恭喜，谢谢。谢谢。来，一人一份。谢谢。谢谢你的支持。谢谢。谢谢所有现场的朋友，很兴奋，可以跟你握手，来跟他们一张合照好吗？好，站中间。来，鬼哥站中间，来 make a good yes， 啊，来拿着这个吧， yeah， 看前面，好，3、2、1，好，谢谢，谢谢歌迷，谢谢大家，这边请下，这边请下 ，Thank you， 怎么了？哦，还给我，我看老师了他。